一近本书呢个位就有音乐。其实这系列嘅书嘅灵感咧，其实嚟自我哋嘅小朋友。小朋友咧，佢出世冇几耐，我哋就俾佢听音乐啦，我读好多故仔书俾佢听啦。我会发现佢咧，好多时候听音乐咧都会笑嘅，一听故仔都会咔咔咔咁笑啦。有冇办法可以将两样嘢合埋一齐咧？不如介绍下呢系列嘅音乐发声童书啊！第一本其实就系呢本啦。入面就揀咗我細個自己都好鍾意聽嘅歌，肖邦嗰啲好出名嘅鋼琴歌啦，揀呢啲音樂嘅時候呢，都係着重於佢哋優美嘅旋律啦，特別嘅故事喺度，聽音樂嘅時候呢，亦都聯想下唔同嘅故事喺度啦。咁每本書呢都有音樂啦、詩句啦或者古仔啦，同埋啲好靚嘅插圖啦，好快呢就會出呢兩本由法國作曲家郑桑所写的音乐，是同一系列动物狂欢节。咁每一首歌咧，好生动咁描写嗰种动物嘅个性啦。点样刺激小朋友对音乐嘅兴趣呢？其实小朋友我谂到五六岁咧，佢都未必，甚至家长都未必知道佢最中意啲乜嘢啦，系咪？或者佢嘅强项系乜嘢？强烈建议咧，家长喺佢幼稚园嘅时候咧，真系接触唔同嘅乐器。你每学一乐器都要好嘥时间。咁我 suggest 你要去接触唔同音乐，就系去听唔同音乐，古典又好 ，rock 又好 ，jazz 又好，流行曲又好，睇下佢最对边样嘢最有反应。小朋友嘅反应系好直接嘅，佢开心佢咪做咩，佢唔中意咪唔中意咯。如果佢中意嗰样嘢，你咪俾佢试下学咯。作為家長就係要找到小朋友的強項是什麼，也都給最好的資源讓他可以一路發展下去。 Andrew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，不多不少都是跟他小時候的經歷有關。我爸爸帶我去聽那個小提琴的演奏會，我其實我已經學了鋼琴了嘛，我聽完之後我跟 我爸爸說、我可不可以學小提琴，我成六歲了，他就讓我去學咯。 Turn out 真的小提琴其實是比較適合我咯，因為這件事是不知道的，而家長也都不會知道，除非你真的讓他 explore 不同的東西。不怕小朋友三分鐘熱度嗎？我想个个人都三分熱度㗎啦，其实你一开始冇人可以好专心嘅。最初试嘅人啦，可能每样嘢俾佢试一个月，睇下佢鍾唔鍾意。咁都係揀定咗啦。咁你要俾佢知道，其实学嘢真係要耐性，主要系时间其实小朋友有嘅，係冇耐性啫。家长可能要陪住佢一日练十分钟，两个月三个月会唔会有啲进步啊，或者鍾唔鍾意咁。如果唔适合嘅话，又俾佢试下第二啲嘢咯。咁当然唔系个个小朋友都鍾意玩音乐。他的强项可能是运动，都要给他试一下。我知道我小朋友一出世的耳仔非常好，可能因为我真的给他听得很多好的音乐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。什么为之好的音乐呢？好有几样东西，那个旋律写得很优美，在音乐角度来讲，就可能看看那首歌的变化多不多，不同的由起承转合，给小朋友听当然是首先听了旋律比较优美的东西，给他感受到不同音乐有不同的感情在这里。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出世的耳仔都是可以音准的，但是因为你小可能爸爸妈妈唱歌又不是很准，或者你不知道听什么音乐，他没有听到或者听到错的东西，他就很难转回。比如海绵你吸收了一些墨水，其实你很难变回干净。